边的小小朋友们又唱又跳，用小手比出他们练了好久好久的手语歌，模样天真又可爱。动态的表演观赏完，紧接着的是上彩秀。好可口美味呀、感恩。端出健康蔬食，孩子们贴心的为静思精舍两位法师舍弃了 cheese 跟蛋，克制菜色。最后，孩子还拿出利用被风灾扫落树枝做成的相思熊、相思兔，献上祝福。相思兔平平安安，感恩，祝福你们平平安安呢、哦。孩子献祝福，金舍法师则是一一把福慧红包送到孩子高举的手中。以后你们长大要不要爱别人啊？要不要爱小朋友？对，要跟师公一样爱天下所有的人哦，好不好？很好的这个作品，可见得你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小朋友，很有福报的小朋友。岁末年终，高雄静思堂的小朋友们接下小小红包，蕴含大大祝福。大爱新闻张馨予、王昭忠高雄报道。还有。